南卡乡双涵社区为着扩大服务社区的老师段，伫咧旧年是来成立着关怀据点，今年是再度来加入着嘉义县政府所推动的做伙食有趣味，老人是同行列，举行各摆仪式。目前伫咧每礼拜三，佮有礼拜日拢会提供中昼顿，已经有30多位老师段到食堂来用中昼顿。六甲乡双涵社区做伙食有趣味，老人食堂由县长张华官、六甲乡长黄金成等人主持揭牌，参加的长辈以唱歌来欢迎来宾。张华官县长竟当场为长辈插了一道青菜，在场的长辈直讲足甘心。是老人人口比例上高的所在，所以老人的福利甲关怀是以后若我有机会做乡长，是我要加强的项目。比起你来讲，今日咱双涵的老人食堂，大家做伙用餐、做伙食饭，互相关心，这个用餐对老人是一个照顾。主要给咱吃的中午时段哈，啊中昼顿，大家唔免家己煮，嘛免给咱外口咧工作的囡仔，等下煮一顿给咱吃，啊咱大家搁加所有这老伴哈，啊做伙吃啦哈，拍拉洋啦，啊会当吼开讲吼。啊，就对二二八开始讲，讲到中昼食中昼吼，嘛甲讲到吼，当面文宣院长尔吼，啊，所以大家吼，安尼感觉生活加足趣味的吼。嘉义县就是咱啊全国的长寿新乐园。张华官感谢社区加入照顾老人的行列，用在地力量甲资源照顾厝边的老士大。老士大伫家己熟悉环境做伙食有趣味，也受到妥善的照顾，而且会当拄到搁较侪老朋友，大家利用食饭的时间开讲，交换人生的经验，人生更有意义。新闻中立新闻，大家乡采访报道。